上一期我换了广东队的定妆照，没有看到小伙伴可以点回上一期视频内容。这一期要换的内容是辽宁队。我对辽宁队比较熟悉的球员有邱明诚、郭士强、李晓旭、贺天举、郭艾伦、韩德君、赵继伟、高诗岩、巴阿斯。2018年 CBA 总冠军，辽宁队实力强劲，可谓是不容小见。一直都是争冠行列的辽宁队，在人员配备方面都是十分均衡。外线有国手郭艾伦、赵继伟，内线有我们熟悉的功夫熊猫韩德君，他们都是全明星常客，是辽宁队赢球的保证。外援方面，辽宁队选举的外援历来都是火力强劲，例如哈德森、史蒂芬森、巴斯，包括现在的 OJ 梅亚，都是能攻能守，让对手感到莫大的威胁。CBA 复赛马上打响，各球队的整装待发，希望辽宁队能够发挥实力，取得好成绩，也希望我们的联赛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精彩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加关注。接下来我将会继续画有关体育，特别是篮球类的插画。下一期节目画的是，我也不知道画什么，你们可以告诉我。拜拜。